我的事不用你们管，大藏，大藏，大藏，放开我！阁下武功高强，不过要是真打起来，我们兄弟两个加上上面的几大高手，阁下恐怕也讨不到什么好处。况且这是我们的家务事，与阁下无关。 阁下还是快走吧！站住！ 师父。 师伯，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？这次决战难以避免，你走吧。想不到这人世间，没有人再为我留恋，再也没有人关心我，再没有人会理会我的死活。 还有你爹，他会关心你吗？我爹是什么人，我最清楚。跟着他，还不如加入白水宫，跟着我奶奶呢。你可以去找你的朋友啊。他都有了心上人了，你让我去找谁啊？那么换句话说，如果他没有心上人的话，你会去找他对吗？我承认，开始的时候我的确非常想他。可是，我见到你之后。 包括我中途快要死的时候，我想到的就只有你啊！在你的怀里，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全。你呢？你是不是也这么想？你真的不在乎我？你真的让我走啊？ 我师父曾经告诉我一个故事，他年轻的时候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。那一天，他去赴一场生死决斗。知道我去哪里，为什么还要跟着我？我知道。你是担心我会输？如果你死了，我也不会独活。我只希望永远和你在一起。 人不离剑，剑不离人。我此生只为剑道而活着。除了我手中的剑，没有什么可以伴我左右。除了剑道，你心里还有我吗？除了这把剑，我身上一切都是多余的。你也不例外。我求求你，你别离开我。只要和你在一起。 我什么都愿意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从此以后，人不离人。 人在。就因为这样，师父亲手杀死了他的爱人，从此了无牵挂，一心追求剑道，终于赢了决斗。你也想杀我？两天后，你要和师宗道长决一死战。 所以你不让我做你的绊脚石，是吗？那你还不走？如果我不走的话，你是不是真的要杀我？
我现在孑然一身，没有人关心我，还不如死在你刀下，我不后悔，只希望你能记住我。我要你告诉我，你有没有喜欢过我？我不想离得不明不白。停下脚步，放弃追逐，请你被我照顾，画个温暖蓝图，爱的温度，热情恢复，手中的幸福值得庆祝，心事有你分担，不再沉重，走得太慢，散问号有了答案，你是我。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固执？心会感谢匆忙，是你让我感动用不完，我甘愿为你不做单身汉。自心中的爱，一起不孤单，我们找到终点站。你好烦啊。是啊，刚才你还没有回答我呢。没有。有没有喜欢过我？啊，你好烦啊。有没有嘛？我是不是你的绊脚石？你说呀，真的好烦呐、啊！老大，请王大侠请，请。好久好久啊！来，今天晚上我们不醉不归，酒不醉人，人自醉；色不迷人，人自迷。贫道醉生梦死。稀里糊涂了数十年呐，雨前未见花底叶，雨后全无叶底花，蜂蝶纷纷过墙去，却依春色在邻家。除却巫山不是云，曾经深爱过的怎会轻易淡忘，道场的遗憾王某可以理解，不愧是黄河狂侠，见你非同一般呐、啊。王某根本不屑于所谓的名门正派，他们只会把仁义道德挂在嘴边上。道长的这份情，为什么不能融于世呢？我已没有什么奢求，上天待我不薄，让我见到了蓉蓉的最后一面。还有我那亲生的骨肉，不论本月认不认我这个爹，我都心满意足了。道长能够释然，王某甚为庆幸。不过你确实需要为后天的一战抛开牵挂，全力以赴为武林除害。这一战我会孤身前往，望能凯旋而归。道长乃旷古烁今的一代名宿，那胡言大藏岂是道长的对手？来，王某祝道长马到成功。干！